我有听懂意思啊，只是我们遇过这样的情况，因为直销就放一刷就全部了。对，阿姨，阿姨，通常这也是人家教我的，没关系啦。我教你的，你等一下来问店长，等一下就把他骂了。不会啊，很好骂的。哦。骂人是骂你哦、喔，他会冲过来就骂你。对，说这个客人骂人是骂你。我先问你问题啊。